我女王，来，嗯，下，两下，三下，打空气啦！ 等一下，你怎么多一下？你不要这个时候放大招！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哇，被烧到了！ 所以到第二，哎呦，吓我一跳！所以到后面的王，他放的招式也会变多次，他不一定是四下了，不一定是三下。也都有经过强化吧。嗯嗯嗯嗯嗯嗯。哦，阿童，看到拇指啊，哦。嗯哼。 啊！休起来了，休起来了！三，我没休息。三下，八，哇！差点！哦，痛痛痛！太贪了！ 不要！可以探刀，不可以探刀，不可以探刀，不可以探刀。好了，哦，王要进化一下，很可怕、啊。<笑>又有人赖我，赖回去。 打架，<笑>要死了，晚安，好啊，我帮你跟他讲，<笑>不要啦，冻死啦！我打到三之一了，快没血了。 等一下，这什么招式？哇哇，这个兵不会吧？是射手？哇，我直接被弄死，好强啊、哦！哎呀，嗯，前面没有拿到足够好的符文，真的很容易就被弄死了。啊！ 直接单个传送门都没有直接打完了，哇！想说自杀，结果过了。哇哇哇！结果王被打死了。对，来打冰女皇了。哈哈哈！很喜，我来了。今天观台的基准是什么？累了或破关？怎么可能破关？<笑> 要励志一点啊，对不对？哦，你这什么、啊？这一招看起来好帅哦！啊，阵地之斧啊！啊，你不要缩写打了吗？十八滴血打冰女王。<笑>哇哦，是第二阶第二次王吗？还是第一只王？第一只王。啊，第一只王，加油！可以啦，<笑>应该是可以啦，只要闪的好的话。 开到破关，努力咯。<笑>死了，你死了还是他死了？我死了。<笑>好好，我跑到角落，他就开大招，不知道躲哪里。<笑><笑>然后就看着天上。对啊，我刚刚瞬间啊，好啦，不玩了，手放开。<笑><笑>
电轨道。我要来玩一下水招。好猛哦，这个，这个可以绕圈哦，可以耶！啥可以绕圈？你在测技能哦？水流射线。嗯，我听都没听过。它像是龟派气功，然后你可以转方向。大招吗？小招。哦，感觉好猛哦、喔！而且还是打到画面外。刚说抓的是燃烧套索，是不是？燃烧套索不是吧？哦，燃烧套索是绕圈圈。吸血鬼眼睛真的好好用哦、喔，那吸血。嗯，就慢慢吸。交错，召唤一个巨型的冰拳攻向敌人。不行，这个我会冲到，这个我会冲到洞里面去，这個、不行，这招不行。我是没大事情。啊！一招。哦，这是可以把敌人带回来的。我是不是应该要配不同的属性？不要全部配冰好了。嗯，这是什么？哇，很酷，但不一定痛，试看看嘛，还是都要试看看啊。连击手套，让你的普攻多一下，还有让你的一些招式次数多变多一次。搞烂！哦，大地之气，好，试看看。避开会滑的招式，对啊。蚊子，什么蚊子？什么？搜寻者是什么？哦，他会自己去找敌人哦，而且可以把敌人结冰，好像还不错哎。一样很像放地雷，然后自己冲过去找那个。对啊，可以把敌人控场，我觉得可以控场就不错。嗯，可是我想先试另外一招，想先试那个水流，这个。我要是打墨测试，有啊，我打墨测试啊。不过用在实战跟打墨其实是差很多的啊。嗯，墨不会打你。对啊。其实很强，这水流伤害有打一下有11，而且是连续伤害。重点是可以把人推开。感觉还不错。哎，又是医生。等一下，医生，我这样。医生哦、喔，算了，不跟医生讲话。他只会用一些安慰我寄给我。
我的手柄刚刚失灵。怎么了？噔噔噔噔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噔噔噔。哎，昂贵的保险。嗯。昂贵的保险。还记得吗？忘记了。炼金石呢？有遇到过吗？我没拿过。炼金石，扣你血量的样子，转成什么东西的？火焰石章呢？哦，它就是你打东西都有火焰伤害，但是你受到冰冻伤害的同时加倍吧，被冰打到升倍，伤害上升啊！刚好在冰这边，我不能拿这个。哎，等一下，哇，我打完一只二，好可惜。那么是要打，是不是拿昂贵保险比较好啊？哎，等一下，昂贵保险干嘛？为什么昂贵保险，一只三十直接打王吗？你们关卡都消耗你所有金币，直接打王，直接进王。它中间有一个红色的宝石，那是什么？打回血，打就对了。你那么好奇，我怕这直接召唤我，我就哭出来啦。反正你还是要打、啊，不会啊，你反正你看到王就死了啦。你第一次打王吗？第一次，加油，加油。记得不要贪刀，先看他的攻击招式。嗯，站远一点就对了。他接近你就跑开就对了。他跟你告白，把他推开。哇，好痛、哦！就算他是女生，你也要把他推开。嗯。不能太早。嗯。刚刚是不是听到我的名字啊？没有啊。有没有、啊。谁？啊，没事。你怎么还醒着？我。吃宵夜啊！他没救你们哦，刚刚杰瑞不在，好吧，都这样啊。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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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真暴击！好、啊，都这样、啊。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不是啊，水饺是自己冰箱的买的，就水饺，水饺，水饺。好了，我输了，恭喜。你们要吃也可以啊，你们可以到时候买一包放冰箱，然后就是说要我帮忙煮，你们就可以煮一煮下来，你下来吃这样。好爽哦！分析眼镜加接轨眼镜，就暴击又可以吸血。对啊，要有一点矜持，对啊，要有一点矜持。刚见面怎么可以就牵手什么的呢？对不对？对啊。嗯，一定要就直接扑上去啊！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是他自己说的哦。嗯，安安刚来的安安哦。哦，二之二通过。哦，妖魂回来了。哇，痛！哦，他那个啦，他会失去所有的，他每个关卡那个。什么保险吗？保险对吧、啊？失去金币，可是会治愈你。哦，可以补血啊，好像还不错啊。是你失去多少金币比不多少？每关开始是你会失去所有的金币啊。对，所以你等于是那关卡你没有花完金币，下一关卡就没了。哦，所以你只能在这一关尽量的把钱花空。对，可是它那个消耗量的一部分会，而且它消耗量的一部分哦会治愈你。可是我现在打到第三关了，所以我觉得好像还行。冰刀，因为你也没什么东西要买了。对。冰枪可以自己把对手推到岩浆里，我这个也行啊，水流也行啊。伤害20%，但商店内售的价格最后一局啊。哦哦，令人厌恶的古龙水。等生命降低，但攻击会高。哦，打好了，高，提高价格，让我攻击。看我的龟派气功！还没，还没，哈！还没，还没啦！还没，还没啦！医生认证。咳嗽和咳嗽
和风伤已经一个月了。哦，伤风已经一个月了。啊，也太久了吧。我觉得吸血鬼暴击流这应该是主流，这是很好的吧。是不错用啊，你其实也可以去研究看其他招。好，龟派气功。超想龟派，真的很像龟派气功。对啊，这一招真的很像啊，水系的龟派气功。杀死一只，小买完东西在哪？没关系啊，我们买完了，没有我要的技能，所以好贵哦、喔！怎么了？我买了军刀，但他说售的价格会提高50%。嗯，平常170块的东西变成260。哇！我靠，好恐怖、喔，多太多了吧？办呢，没关系，算了，我觉得军刀不适合我。欸，丘比居然在二楼欸，很好、啊、在逛街哦、喔，好帅，在逛街。哇，巡堂欸，哇，秋风没关门啊？秋风出去了？我不知道欸，秋风还没回来吧？对啊，他应该开着门。怕孤单是不是？我觉得这样很好啊，这样的话就是可以接受这个环境，他不可能待两组，对吧？开始到处探险，嗯，探险喽，连环二楼。啊，那个地毯是谁的？哈基米的吗？我买的啊。嗯，催眠地毯，这个是魔毯。我懂啊，那种有些特殊的毛，躺上去真的会直接，他那个真的很舒服，睡着。碰到皮肤那感觉，马上眼睛就闭上了。想看？哦，我觉得地面系的那个小怪，我觉得都好难打，很麻烦。我是就应该说到第三，你到第三阶段的时候，第三大关的时候都很难。他们多的招式都多超多奇奇怪怪的东西，好爽啊！啊，我们是各打各的啦。嗯，不过听说 PARSE 啊，什么东西 ？PARSE。PARSED。Bride 什么？哦，软体可以连线，可以用那个软体连线给玩游戏。嗯，对啊，不要打等于哦，打双等于。看我龟派气功，龟派气功真的好猛哦，一下就把敌人全扫光了。买的吗？还是打王掉的？买的吧。一共给我啥？看一下哦，它叫水流射线。而且它可以把敌人推超远。我操！要上课去睡觉啊！有课关台了，对啊，为什么？累了，死了。才第一关还没打过哎、欸，最少打完第一关 BOSS 吧。慢慢推，你太慢喽。游戏可以啦，你又不用会考，去扫鸟屎而已。你就说啊，学校那边的地方很多鸟大便。所以他要负责清吗？嗯，没有啊，是偶尔，但没有啊，
偶尔。水星抗性，这个可以。弟啦，我管自己厕所，走开，走开，男女授受不亲。又把自己关起来啊！水流射线二阶，可恶，我太早不行了。不是，这可惜，大地关的会中毒，好麻烦哦。对啊，啊可是火焰关换发第三关的，火焰关的会死燃烧，冰关的会把你控场。看，我觉得有点亏，你血被压120，我等一下一定要买血包的、啊。要算好距离冲哎，咻，下去了吗？嗯。只考生读书觉得心累，心累可以稍微休息一下，但是还是要，啊、你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啦。休息。要100块，给我100。看一下他升级会变什么。射线变宽哦，这个一定要学啊！哇、哦，宽呢、欸？这个还不学，100块，赶快想办法赚到100块。哦，中打到！哦，无伤打了一堆小怪，好不容易干！啊！好少女哦，没打。干不是这个领域，嗯，神之领域，完了完了完了，有了，我有100块了，好几大颗咯，好贵哦，那个军刀，想买但是很贵，一个卡片，225元，哦。买得起这个哎、欸，潮汐爆破，天啊，好潮！这比较非常轻，跑到出水。哇！喵哈出现啦、啊！这个时间还在开台，对啊，在爬塔、啊。喵哈，我们在 Amigo， 不啦，我在兔兔窝群。Amigo。这么晚还开台不优？不会啦，爬塔可以。爬塔就是知道这个时候爬，不然什么时候爬？啊、哇！出现史莱姆给我回血，太赞了吧！太爽了吧！哎，啊，臭蚊子，还是其实就是你，因为咬我。我觉得这款游戏用键盘滑鼠打比较好打。键盘滑鼠比较好用吗？你现在是用键盘滑鼠吗？嗨，我听到等等的声音。有人。嗨。哇塞，你们这时间还开着哦？没有，因为昨天晚上有讲啊，说我们不然明天就是来的时候就是共斗啊，各爬各的塔。哦。嗯，所以哪些人是醒的？不，除了兔子吧。目前在这边大部分都是醒的吧。嗯。哦。哎、欸，杰瑞，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？好的，哎、欸，还说，杰克跟杰瑞，可以把那个画出来。我就知道哦。我这只是来问这个。什么东西画出来？哎、欸，那个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我好想画、哦，我可以画出来吗？可以准，而且你要两个人同意哦，不关我的事。这是什么大爆、欸？尖刺的维根可以啦，普遍普通的。好，小鳄鱼心啊，128，闪电降临，咻！显然他刚才丘比是被关在外面了，他为什么？虐猫，他是回不了家、啊，现在回不了房间了、啊。我刚刚把他们打开，让他进去了。炼金石什么效果啊？看一下，炼金石不知道，我没有拿炼金石，可以当第一批。我拿过啊。那是什么？
我记得我那时候再也不拿了。想要练，我不得练嘛。对，那么打金嘞？哦，有了，炼金石。试炼中获得的所有混沌宝石都不要。哦，对对对，拿着宝石会变金币。妈，谁要变金币啊？太废了吧！超废！我那时候想说，嗯，我记得是那个我再不会想拿的东西啊，我怎么记不起来干嘛的？反正我只记得说我不会要再拿东西。拿这个好了。哇，马头帽这么狂哦！马什么马头？马头帽跑步超快。哦，这，有了，水流增强，好了，可以了。所以刚刚是什么效果？说炼金吗？哎，嗯，让你的宝石全部变成钱。宝石，里面打到珠宝变成钱。哦，干，那我刚刚应该拿那个才对。啊，你要钱？什么？宝石变成钱呢？我觉得没有，这如果是因为我现在这一趟很有机会破关，我刚刚会，我会想拿。哦。而且是刚刚那个当下的宝石，所以我刚刚那个大概只有不多啦，没有超过100个，我都觉得。我看到一个东西卖零元呢、欸，手机吗？499，增加击退效果哦，150元，秘法电击可以增加击退效果，打一下看看好，反正零元嘛。还行，哎、欸，我这个好好玩哦。水银的便携，什么东西？哪个好玩？跳动火焰，你的攻击会有球飞出去，然后它会一直跳往前。看你的台。云月，好，再示范一次。有，我也在丢，我也在丢。你是哪一招？普攻吗？普攻，这是我的普攻。啊，那个是增强后的吗？还没哦，觉得好远哦。如果他增强过后，火球是可以穿越敌人的。啊、然后他现在这样子不行。你再射一下你那个水柱，我看。啊，这个、啊，这个超好用的，罪人手册。然后他可以转，对不对？可以啊。可以根据击败的敌人数量提升所有伤害，但承受伤害后效果又降低。好，我等一下结束，我来刷一把。欸、有这一本书哎、欸。哪一本书？你击败越多敌人，你伤害要越来越高。有啊，可是你哦，可是你受伤，你就才会消，就才会降低，而是降低哦，不是消失哦。我这个走位，这个走位好吗？还是不好？你是想笑我吗？你又玩得不错啊。等一下，不要！我为什么会让你嘴巴张那么开？什么东西嘴巴张那么开？我加莫德说教主这个走位，然后嘴巴张很开。OK， 下一关，能不能顺利的打晕火女呢？我竟然拿了火招要去打她，完蛋！好了，要加温了吗？好啊，来呀、啊！